目前的计划就是我们煮好泡面，然后我们直接把韩国的辣泡面的辣酱直接搅进去。好，欢迎收听。好，我们现在时间是10:52，对，然后我们要赶在11:30前，因为我家女友11:30前回来，然后今天买了这个。有猜出我要干嘛吗？我们今天要当一个贴心的好男友。好，我们先开微超炸酱面，再来就是这个哈，哒，是铁板炒面，特辣的铁板炒面哈。上次我有买过红色来吃，实在是太辣了，所以我们就买比较正常一点的。它这个是海苔加芝麻哈，这个我们就不用了哈。我们辣泡面的辣酱，加上炸酱面的面，水煮滚了。那我们其他东西压着，我们静待3分钟。应该可以的哈，辣酱哦。试看看，其实还蛮香的，那 OK 了。相似度87%。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我们的泡面收起来。目前时间是11:11，把摄影机藏在这里。OK。喂。好，那我先去，拜拜。好，我现在下去接他。下面还是上面？这里在痛。现在那么晚了，分手了，关了。笑，那你没有胃药？我胃药我带过来，还是我们去买？去药局吗？要吗？被痛死！啊，怪，那你肚子痛也睡不着。下去买吧。休息一下。哎，你要放哪里？包包。哦，那你要就大了。